我昨天看新闻，竟然看到说第一套仙气什么怎样怎样，祭祀观世音，有吗？有吗？好，那希望今天大家都法喜充满。所以大家今天是来祭拜的吗？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哦，一切都顺心，哦。五天五波比啦哈 ！Hebe 公蛋突爆巨响，万人吓坏，自嘲观世音造型这一盖粉丝。这位朋友已经做了牌子，说甜师姐能救我吗？我今年20，得了恋母癖，所以叫我救他是要我当他妈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几个意思？你说说看。还在爱到鲜肉模糊时候，泪水能不救？可惜到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看，说内疚。因为到最后，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。Hebe 田馥甄一一巡回演唱会6号在小巨蛋来到第二场，延续前一天观世音话题，还找来拿下金曲最佳作曲人的安普助阵演出。其实如何也是我爱上田馥甄的一首歌。为何？刚好其实在发表那首歌不久之后，其实我有朋友在那几年转贴了你的脸书给我，然后听说其实你有说过你很喜欢这首歌。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就是佛经单曲循环的概念。是，然后在我那个时候其实觉得自己那个创作生涯挺孤独的人生里面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就是得到远方的一个，就是尤其是音乐圈里面的一个回应，那对我来说是至今最温暖的一件事情，我永远都忘不了了。手好多了吗？就是脑子还有点问题。哦，那好像治不好了。对，因为我发现就是他很失意啊，然后很就是救赎我的心，但他其实就双子座康康的。成长后来是礼物，或者是美丽的包装。记忆中的青春，梦里仍像盛夏的风骚。亲爱的，你想念我吗？最好的时光哪儿还有啊？后来你在天涯，我珍藏起我曾描绘过的远方。好的还会有吗？我能再见你妈，说出后来才懂要舍的话。谢谢安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只是 Hebe 唱到尾声时，现场突然惊传意外，现场一片漆黑，还传出一声巨响，吓坏现场1.1万人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对此，主办单位解释，因升降机卡住导致，田馥甄本人无任何外伤，也没有受到惊吓。团队确认现场没问题后，节目才继续进行。谢谢你们的小幸运。